抱抱抱，天天向上最新谍报来了，芒果老小编我为各位没能来到现场的亲妈粉们带来了你们儿子的现场报道，请各位看官眼睛睁大咯。现场彩排热烈进行中， TFBOYS 都乖乖的双手交叉认真听导演的安排，一副乖乖仔的样子，有各位亲妈的打榜，三指当然会现场带来青春修炼手册来回报大家。看，等音乐的空隙还在练习动作的王源小宝贝可真是认真呢。彩排小插曲来一发，瘦小的易烊千玺在蹦跶途中麦克风突然掉了，只好先停下来跟现场工作人员求救，儿子啊你太瘦了，要多吃点肉肉哦。小男神和小小男神合照大家肯定没见过，在一年级的小朋友面前 TFBOYS 那就不是 boy 是大人了，懂事的王源来把小朋友拉到自己身边一起合照，临走时还很有礼貌的跟其他嘉宾鞠躬道别，这么乖巧懂事亲妈们没白疼你们啊。芒果老师们期待12月26号在天天向上见到三只小鲜肉报道。